大家好，今天呢来讲解一首目前最夯的舞曲，叫做星期五晚上 Friday Night。 好，那它的音乐呢前奏只有空两拍，然后我们就开始前五一跟前五二。好，那现在呢背面为大家分解，两脚并拢，预备，前奏停两拍以后，听到音乐有重音，我们就是开右脚，右脚尖点地，前脚掌着地，脚跟呢抬起来，然后我们的身体呢往偏右，好，然后它有重音，一就是手掌上提，二下按，再停两拍，三四。好，我们右边先好，换边，转过来左边，换左脚抬脚跟，五六七八，右边二二三四五六七八，三二三四五六七八，四二三四五六七八，前五一四个八拍，接下来。重心踩在两脚中间，然后呢双手往上拍的时候，我们右脚脚跟踩地打拍子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，好，右手拳头上举八拍，二二三四五六七八，好，第三个八拍换脚跟踩左脚，双手上面拍八拍，三二三四五六七八，好，左手拳头上举，四二三四五六七八，然后这个前五二会加八拍，我们右手顶手肘，右脚抬脚跟，一顶手肘的时候一拍，然后剩三拍呢，左手手掌心朝自己往上。二三四，对，好，一二三四，好，这就是后面加四拍，好，接下来我们的第一段踩右脚，右脚踩两下，左脚踩两下，踩右脚的时候，左手拳头往右敲两下。右敲两下，左敲两下，转右边，右手，立掌推掌，左手掌心朝上，由下往左边上来，绕一个圆圈到右边，踩六七八，好，身体转前面，我们的手肘呢，上提，左手上提，左右。左右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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好，所以第二个八拍是先左边，二二三加四五六七加八，好，换踩左脚右手敲，三二三四踩六七八，右边四二三加四五六七加八，然后加四拍，双手拳头叉腰，一拍，然后再右左往前推抖肩，二三四，好，然后四拍以后，我们要接第二段，我们就踩右脚收回来，往斜前右踏点，好，左手出拳往前出拳，做一次开右脚，右。二收回来，然后往斜前右踏点，三四拳头打开，好，开左脚右手出拳，五收回来，六左斜前踏点，七八，好，那右脚点地的话，我们要退右脚，我们要退，好，退右脚，左手先推掌，左右推掌，好，退右脚，左手推掌，二二三四，好。
并脚原地跳，双手上举，来来，好，手指头往下跳，五六七八，好，第三个八拍，换开左脚，右手出拳，三收回来，二左斜前踏点，三四，好，开右脚，左手出拳，五六七八，好，退左脚，右手推掌，退二三四，并脚跳，五六七八，好，这个就是第二段。好，那我们要接第三段，第三段，点开你的右脚，膝盖往右边，双手拳头往左边摆，一收回来，二又踏点，三四，好，开左脚，五收回来，六左踏点，七八，好，开右脚踏后点，举左手，二二三四五六七八，再做一次，三二三四五六七八，四二三四五六七八，这里有加四拍，拳头交叉打开，一二三四，好，接下来第四段，右脚往前走四步，每一步两拍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，好，点开右脚的时候，左手握拳，手的弯曲在左胸前，臀部提臀往右边推，往左边收回来，哦，所以右手就自然摆在大腿旁边，所以右左推可以提臀降下来，再提臀降下来，所以二二三四五六七八，第八拍右脚重心踩下去，我们要退左脚，三二三四五六七八，点开左脚，右手握拳，手肘弯曲在右胸前，臀部左右推，也是抬脚跟提臀，四二三四五六七八，所以你的第八拍左脚要踩下去。好，做完以后我会接第二次的前五二，所以我们要这一次呢，我们要右左脚原地踏步，上面拍手，拍二三四五六七八，好，右手上举的时候我们要并脚跳，二二三四五六七八，接下来往上拍手的时候换左右脚踏步，三二三四五六七八，好，举左手并脚跳，四二三四五六七八，然后这里要加四拍，一二三四，好，然后再重新在第一段再做一次，好，这个敲再做一次，好，敲做完以后呢会接间奏，那我们间奏呢，比如说我们敲完了以后会接间奏，间奏就是我们第四个八拍，四二三加四五六七加八，做完以后我们要往右走，所以我们身体要右转，然后我们跳起来要剪刀脚往右走，两脚交叉，右脚在后，一，好，右脚在后，左脚在前，一，然后往前走三步，二三，开右脚，左脚回前面，四，好，左右摇屁股的时候左手先下拍，好，左右左右，所以五六七八，好，那我们要往左边走的时候，我们跳起来剪刀脚，换左脚在后，二二三，右手开左脚，右手回前面，四右左摇，右手先下拍，五六七八，再做一次，三二三四，左右左右，好，四二三四
右左右左。好，那这里呢还要加四拍，四拍我们跳起来要做标，好，打枪的动作，跳起来，一二三四。那这个打枪的动作呢，我们的五指手指头相扣，相扣的时候我们要露出食指，相扣的时候我们要出食指跟中指往前，那两个大拇指呢看你要立起来还是交叉按下按下去，好，这个是枪的动作，对，相扣，露出比出食指跟中指，大拇指你可以立起来也可以交叉按下去，所以一二三四，对，好，那这个间奏做完以后，一二三四以后再接第四段，往前走，好，往前走，对，然后往后退，好，那第四段做完以后再从头接前五二，好，前五二，好，我做一次好了，好，比如说一二三四五六七跳，二二三四五六七八，三二三四五六七跳，四二三四五六七八，好，做完间奏接这个前五二的时候呢，做完四个八拍会加八拍，所以我们要开右脚，拳头交叉打开，一二三四，第五拍右手顶手肘，左手出手掌，五六七八，现在是星期五晚上，好，然后再接第一段，接第一段，好，那第一段做完以后会接一个尾舞，尾舞就是我们所谓的十六蹲跳，但是呢我们采这个版本呢就是让班上的同学们大哥大姐们